今天我们要去一家火锅店吃火锅。之前呢，在那个上面刷到，这个火锅店叫套响嘴火锅店。那个期间，我们印象当中他们就做火锅呀、献爱心啊这些。那这次机缘巧合，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新品发布会，我们去品尝一顿火锅。现在走吧，好，去吃火锅吧，走，算算看看。好了。先到处，来吧，好。这个你要哪一个？哪个？我要这个，这个我感觉挺可爱的。你喝这个吧。好。你三十二喝这个。好的。你喝一下。哎。这地方真的很可爱，挺可爱的，我觉得。是那种老的风格，你说是不是八十年九十年的那个时间？你小时候，对，挺可爱的。对，有点怀旧的那种感觉。对。弹吉他的小明，我们青海的人气王。永丰好，兄弟好，孙三好。你先开始啊，这没有灯光了，烫小嘴和西姐的品牌创始人张少宪，非常荣幸能和大家一起见证烫小嘴的春季新品发布会。酥肉吗？这不是酥肉。酥肉，这个酥肉。这是那。酥肉。安小怎么？酥肉里面有汁，我看一下里面。我看不见。鸡肉，鸡肉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叫什么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她很好奇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我先不说了啊。
咱们冒烟都这么冒着。谁吃的最多？生吃的。啊，能生吃吗？你是开玩笑的吗？服务员，这个生吃的对吧？蘸这个酱生吃。哈哈哈哈一下是吧？就是生吃的，就是生吃的。这边人家教的是确实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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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老婆吃饱了没？吃得很棒很棒很棒。好吃吗？好吃好吃好吃。推荐这个火锅给大家吗？好吃也挺可爱的。这是我媳妇这个墩墩。这是人蛮多的。拜拜。好喜欢你啊。人特别特别多，这里多得很啊。关门。关门。